由加拿大籍台湾导演陈维扬所执导拍摄的运动纪录片《后进王建民》，12月14日即将全台上映。透过贴身的拍摄，记录下王建民从球场上的最低谷，一路努力坚持重回大联盟的过程。当光环退下，职业棒球的残酷现实，加上必须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，镁光灯后的王建民是你不曾见过的。在这里面呈现，就是说你在球场上碰到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你在人身上就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，就是一样就会起起伏伏的。只要你能去努力去把它突破，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在。一开始当然也是在渐渐在熟悉它嘛，然后到后来就是越来越熟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他的人就是从一而终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精神是应该要被记录下来。无论球场上或球场下，王建民的故事鼓舞了所有受伤过的人，绝不要轻言放弃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他就是导演就试着说服我说来拍纪录片嘛，自己觉得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嘛。可是经过经纪公司讨论，就是说你可以用这部片让大家看到，留下更多好的印象，去鼓励下一代的选手的。如果你当年曾为了健仔热血看球，如果你热爱棒球，12月14日，大家一起进电影院观赏纪录片，重温那段跟着王建民投一休四的酸甜苦辣。其实自己也会很犹豫，说要结束还是不结束啊？真的就是想要证明说我还可以在战场去打工。